大家好，今天是周六啊，又出来闲逛，这次好厉害，华盛顿的，开到加州这边来，要三天三夜才开得过来这边，很厉害吧？今天来买菜的人啊，看是很多，这也是奥克兰的唐人街。今天还是很短，都是来买菜。好，我们边走边说。现在我们过对面马路去。买东西，今天人还是不少，今天不过大多数的是老人家，年轻人嘛都不用买菜，吃外卖就行。这边涂的还是很厉害，我们现在我们这边买点包点，顺便买点包点，这个地方的话是很多那个无家可归的人，特别多。这里我们去买点包子，因为还是很多人。还有个核桃酥，还有皮蛋酥，攞三个蛋挞，两个烧饼包，系。我买蛋挞。买完出来了，现在开始出来走。